进来。老师。哎，小申。坐。好。这个是咱们上个月的手术报告，全都在这儿了。啊。小申。嗯。谢谢你啊，这段时间让你辛苦了。又为我带孩子，还得整理这些资料。我也没办法，每台手术都是你跟着，除了我之外，也就是你最熟悉了。老师啊，其实我在整理这些报告的时候，就感觉好像又重新在现场经历过一次一样，增长了不少知识。哎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重新梳理一遍这些资料的原因。嗯，加深印象很重要啊。我刚从副院长那里回来，叶医生接管救人的事情现在搞得沸沸扬扬的。这事儿我知道。那现在院里的意思是？肯定是越权治疗了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我认为情有可原，因为一个医生治病救人永远是第一位的，我觉得没有错。你小子是不是确实跟人动手了？我最多就是跟他拉扯了两下，我动什么手？没有。真没有吗？没有。你没受伤？没有，你放心。但是这事儿在人家那儿现在落了口舌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其实也怪我，当时我只想着怎么让他们撤销投诉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他们也确实气人，非常不讲道理。但是咱们医生越是遇到这种事情越得冷静，不是吗？老师啊，那现在院里对这件事情又处理结果了吗？还没有定论，正在讨论中。毕竟这件事情也不是小事儿，钱肯定是要赔的。至于你嘛，可大可小，就看你的态度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别有压力。没事，忙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干嘛呢？我正在帮楚老师整理上个月的手术报告。整理手术报告，我一下子你就喝上了。好吧。
跟我们睡觉吧，老婆，等我把道歉信写完了，我陪你上去睡。不，道歉信重要还是我重要？ 我想想啊，小娜姐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从昨晚到现在，也不知道小郑爸爸去哪儿了，一直看护他老婆呢，我看这次啊。 他是吃定咱们了，这个孩子也真可怜。别提了，就是为了救他妈妈，听说院里给叶医生下了处分，还被敲诈了一大笔钱呢。院里真的妥协了？不妥协能怎么办呢？真是太可气了。即使是可气啊，简直就是恶心。哎，你说咱们这位唐医生也真是，当时叶医生就跟他说了。 不能手术，这属于越权治疗，他怎么就这么固执啊？这下捅了娄子了，叶医生挨了处分，又被敲诈了一大笔钱，要是再让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，这不是给咱们医院脸上抹黑呢吗？这不是？那你说，唐医生会不会也受到处分啊？那还能逃得了吗？简直倒霉透顶了。我不是说唐医生不好啊。 但是你看，他自打进了咱们科，一天天的就没消停过，简直就是个惹事儿精。他是不是快轮转完了？他赶紧走吧，他，我给他烧两炷香，送神，以后都别来了。小娜姐，你不能这么说唐医生。小娜姐，哎。